你什么意思啊？明知道我不会跳舞，是不是想看我出丑啊？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呢？放开我！协调性不错啊。你。柔韧性也不错，美丽的女士，我有幸邀你跳一支舞吗？不要怕我踩到你哦。我教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右脚退，回来，踩到我脚上来，踩上来。现在跟着我跳就行了，好吗？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，简安。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，我也认定了你会是我陆博言的妻子。坐过去一点。哎，你不要动。你只要让我抱着就好了。哦，慢点。博言，你想干什么呀？